然后又一堆人。
小威扬。我是要再打几个日元卡，好不好？要不要玩？
对，还挺不错的。
之前我有两件事情想要拜托大家啦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待会我的道具它比较小一点点，所以我希望在左边以及右边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分点道具，对，在这边，然后这边的朋友们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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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